物件吼，这个我还是再强调的，就是讲咱任何的这个住宅咧使用的时阵，咱一定要清楚伊的一个这个特性哦，并讲像这个口头石灰，口头石灰有诶叫做白云石灰，伫台湾咱伊又叫做钙镁肥吼，这台北的吼，这到北京可能有北京的这白云这种物件纯粹就是讲像你若去这个馆啊咧遐买吼，伊遐有烧过吼。一种酒会呢的用呢会比较稍微安全一点点哈。那这种这类口头酒会的，就讲为什么叫做口头哈？酒会就是这类碳酸钙哈，这口头呢碳酸镁哈伊的镁呢，伊的这食个口口，古早时代咱咧食盐的时阵呢就会有一个比较特别一个苦味哈，这个苦味呢，安尼对啊，干嘛？苦涩苦涩吼，特别迄个苦味啊，有诶人讲迄是一个虾米？即马真侪即个所在拢咧流行讲食虾米天然诶即个药吼，因为即个盐吼，海水内底伊都即个镁嘛吼，所以呢，即个会造成伊诶一个即个苦味。啊，若是有食诶时阵，伊就会潮解吼，伊就安尼想想，所以较早迄盐有当时啊。用一段时间呐，拄到这南方天，伊的结归完，然后当时安尼想想，看起来吼，真的很不讨喜吼。他们个迄个是自然的物件，就是安尼。但是咱即马咧食的，较无已经的较少去接触到这物件。伫咱土壤内底，咱来去知影，咱要用伫这个产地时阵吼，为什么要用这个钙镁肥吼？因为咧口头石灰其实伊个就是一个这种。碱性的一个这个物件吼，这个钙镁肥吼，伊是一个伊算碱性较悬吼，伊是经过小过各界磨做粉吼，所以这种呢通常咱有一个叫做白云石灰吼，因为白云石去小过吼，伊的一个这个碱度真悬呐吼，所以包括伊这种内底镁含量真好，所以因为伊是碱性，所以通常咱就是提来改良土壤的一个 pH 值吼，你也其实伊的这个特性是这个碱性，所以因为伊这个是土壤的一个改良，所以咱通常就是讲你先去看卖一下吼，爱先了解咱家己的一个土壤吼是啥物款的一个经营，并讲 pH 值。那呢，伊要改良的是 pH 值，吼，唔是讲补钙补镁，吼，因为你那是伫台湾来讲，尤其南部，吼，南部的这土壤那是不要是卖是强酸，吼，其实咱台湾的土地呢，北部较少，吼，南部因为拢是一种较是这个海洋沉积物的一个，所以一般来讲呢，伫咱南部的这个土地内底，吼，这个。在台湾吼，诶，买蛋公司伫台湾咧，整体来讲，咱是不缺钙、不缺镁，吼，土壤内底不容易缺钙，但是就是迄个吸收效益就歹，所以因为伤过头酸去吼，所以这种的症，所以咱必须要去先去了解吼。但是有诶，像伫温室内底，哇，这已经温室内底 pH 值拢超过7啦。伊嘛无去改注意，有个人个讲你遐去下寡石灰吼。较早咱伫即个横林，咱也是下一撮啦石灰，因为伫室外嘛吼，大多数拢是即、這个酸性土壤较济，除了海边以外，啊那无一般来讲吼，即个要出现碱性吼，等于讲弱碱性的即个土壤足少，所以那咧种袂起来，多数拢是土较翻酸，土翻酸咱就用。这个口头石灰来用吼，来改这个做改善。因为呢，用了了会去改变着土壤内底这个 pH 值，搁来一个就是讲因为伊是碱性，所以你若含一挂这个肥料做伙，尤其那是氮素较悬的这个肥料。即内底并讲像即、这个氨泰氮吼、硫胺，还是讲尿素吼，这种物件染做伙，唔是讲袂晒啦吼，就讲你甲染落了，伊个氮素呢是比较较容易呢去互伊消失掉去啦吼，所以一般咱是较无建议讲较无建议讲染即个基肥呢做伙来用吼，所以咱一个即个就是讲伊即个土壤吼，那是咱用即个口头石灰堆起了，伊伫土下底呢然后有适当的一个，这湿度大概要2到3度，温度较高可能较低，啊温度那是较低可能要差不多3礼拜，所以一般来讲大概就是2到3度的一个2、3礼拜这个时间，让伊一个去。去改伊即个小可有一点点啊，即个综合吼，上好就是讲即个口头石灰下去了吼，伫3礼拜内底，即3礼拜内底卖落
肥，因为你落肥，伊有可能啊，这个淡素会去拄到伊拄啊好，这个苦头石灰羊开，啊，苦头石灰羊开的时阵，伊迄、那个诶。哎吼，迄个淡素吼，就变作氨态氮吼，氨态氮变作阿摩尼亚吼，经性的这环境吼，就变阿摩尼亚，伊就肥皂去。啊，你若像这个尿素，伊嘛是变作阿摩尼亚吼，啊，伊就较容易的这个流失吼，所以变作伊的一个效果呢，啊，就无通讲介好啦吼，所以呢，啊，伊会和迄个淡素呢肥掉，所以一般就是讲过三礼拜，两到三周就会晒吼。那么一分地咱咧用呢，大概就是讲控制吼，控制伫即个啊80公斤以内吼。你讲为难讲，啊，唔过算起来讲爱系100几公斤、几公斤都有，上好是拢卖超过吼，尽量会当互伊。你要控制，你要较低少寡吼，稍微少一点点不要紧，因为咱会当无够，咱会当补伤济呢，较容易出问题。尤其啊，你一届呐，互伊伤济，这种啊，这个菌性较悬的这物件来讲呢，这真容易吼，真容易呢啊，去影响到伊的一个啊，伊伫这土壤内底来讲吼，可能呢啊，整个的一个微生物的一个环境呢，也有可能会失去到这个平衡安尼吼，所以。这是伫遮啊，咱一直要甲咱听众朋友去特别去强调的这所在啦吼，所以啊，你一定爱少来甲伊这个注意到吼。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讲啊，你咧用的时阵吼，你就是迄个搁较安怎吼，就是一分地就是卖一年哦吼，就是、一年内底，唔是干那一届，一年内底啊，上好呢，你就是讲不有个人会用半年去甲伊许调整啊，但是呢，你也是半年吼，你就讲加起来一分地吼，上好就是卖超过80公斤。哦，一分地卖超过80公斤。那么涂骹老澹澹，并讲从即阵啊落雨，涂骹澹澹，你去甲压压，伊会扬开。哦啊，扬开了呢，伊就伫土壤内底，伊自然就会去啊去综合到伊的一个即酸性哦，即、這個、对着土壤的即改良就足好的一个即个效果伫咧吼。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爱注意的一个即、這个啊，进前咱咧用古早时代是粉啊吼，其实粉啊足歹用的吼，但是。你若是讲以效果来讲吼，比如讲你家己啊敲这个有机肥，啊个敲敲的人这个有机肥内底，啊伊这是毋是粉啊？啊含有机肥的粒啊敲做伙，伊会去甲哥哥做伙，啊你甲压压吼，啊这样呢当然效果袂歹。啊但是以即马来讲吼，这个粉啊吼啊真歹来家己哦，真歹来家己这个啊。要使用的时阵哦，足歹使用的吼，伊你变哪压，迄硬蓬蓬吼，所以即马拢做粒啊吼，即即马多数是拢安尼，所以你买着变讲像即个过磷酸钙啊，买粉啊吼嘛是足歹去许，拢爱特别订吼，即马唔知个有无，唔知啦，较早啊不啊捌订过吼，伊讲哦你买粉啊，我都爱特别订较有。即啊，因、你买偌济量，啊，你甲订，啊，有可能会甲你送过来，吼、哦、啊。一般来讲嘛，是伊像过磷酸钙磷酸啊，吼、哦，伊嘛做粒啊，吼，因为咧牙呢牙较会开，哦，即、这个、目的是啊，所以你会当家用一束啊，比如讲你也是怕底，你会当用即个过磷酸钙染一束啊，无啥要紧。啊，用过磷酸钙去拍底，啊，然后你含这苦头石灰，啊，胶胶石灰，啊，落伫这田底，哦，啊，即马过两三礼拜过要种植要创啥呢？即、这个结果来要落肥，咱就加，因为你顶真正伫即个拍肥底内底，除了有机肥以外，并讲你要用有机肥。你得爱选择迄个淡素较低这种有机肥吼，因为你那是淡素管理嘛是同款肥掉去，所以等于就是浪费掉去，无啥物好处。但是就是讲，你会当甲这个有机肥含这个苦头石灰做伙来用，还是讲你含这个过磷酸钙吼磷酸啊肥做伙来用。所以你等于那是要拍肥底，其实你有机肥含这染做伙呢，拢是一个足好的一个这种做法只要卖染化肥就好啊，其他化肥迄种吼，因为这种化学肥料吼。咱咧落的一个即速度足紧的吼，就讲伊随落就随食着吼，所以基本上来讲，我是认为讲无啥物款的一个即问题吼，就讲你只要那是要补，你较到时阵较补就好啊吼，啊就讲你个过头论两三礼拜，伊伫冰冻来讲吼，三礼拜绝对是足，应该是两礼拜就无啥物款的一个即问题吼。我当然即内底个牵涉到你用的一个即量，比如讲你一分地那用80公斤，哇，迄当然影响就较大。啊，你一分地那干那用40公斤那就还好吼，啊，伊的一个反应的一个时间，啊，趁即马涂骹澹澹。
咱咧用的时阵咧，啊，这个效果诶比较搁较好安尼吼，所以这是有关的啊，这个口头酒会咧应用的时阵吼，啊，咱来稍去注意一下这个所在，就是讲你那是啊有尤其有作物啦吼，比如讲你即马芭拉已经种起嚟啊，你要改下一撮啦，这个口头酒会咱宝宝啊加下，啊你那含蓝迄个。荷花肥做伙用，啊，与坚性的肥料染到这荷花肥内底有迄氮素吼，啊，这氮呢通常会变作这个氨态氮会变作氨气阿摩尼亚，啊，所以迄个时阵就有可能会去伤到筋，吼、哦，会去伤到筋吼、哦，所以呢，这就是咱伫这方面的爱去啊去注意一个这个所在啦，吼、哦，就是讲啊，咱特别爱小心，吼、哦，就尽量呢，当去避免这款啊。啊，你若讲无作物，吼、哦，无作物的时阵呢，你甲用落，伊就是流失掉去，吼、哦，就是讲这物件是啊，这老掉去，但是呢啊，变作较可惜啊，因为无作物嘛，都无迄个受伤的这问题。但是啊，咱咧常常咧甲听众朋友强调，就是讲，那是有作物的时阵，这蓝类吼，这个阿摩尼亚吼、哦，对作物的根呢是有足多的一个这个杀伤力的吼，迄、哦、不是开玩笑啊。比如讲啊，像咱咧用这个尿素吼，滴尿素滴这个水底吼、哦，比如讲你来下滴。下伫七啊行内底，啊，你迄个堵水，啊，加上你那是土壤内底较海口这边咧用的时阵呢，啊，你就发现讲啊，伊个脏呢会紧的乌起，哦，让别人甲你讲啊，用一撮啦，这个尿素未歹，啊，尿素较凉吼，结果呢，啊，它那凉都唔是凉的吼，怎规个筋怎翻乌？啊，为什么有这种的这情形产生？这原因是因为呢，啊，伊个就是一个。啊，这种比较影响较大吼，啊，为什么有这个影响？啊，这个原因是因为呢，啊，伊阿摩尼亚这产生，吼、哦，这重点是伫这个所在吼，所以这伫遮会当互咱好朋友呢，小做一这个了解到吼、哦。那么伫咱这个咧用口头酒会的这个规定吼，就是讲过啊，这种最主要的是你的积极吼，就是讲伊是这个精神吼，他伊是。啊，伊是即个碱性的即个物件嘛吼，啊，即碱性的即个物件有可能就会产生吼，啊，即类的即个影响吼，所以咱伫啊咧应用的即个过程内底吼，必须要特别来甲即个小心注意者吼，安尼较袂产生啊有一挂即个培训啊，还是讲啊，比如讲已经有作物啦，啊，结果呢你用即个物件了吼，伊就有可能咧啊，也对于产生一个特别吼、啊、特别的一个啊一种影。用吼，这效果呢啊，得会去吼有一个伤害，安尼都无讲解好吼，所以咱咧应用的时阵呢，一定爱少来解这个注意者吼，这大概是这个问题啦吼。那么这里只系当予咱好朋友吼，少做这了解到吼。那么这些东西在烧蓝的时候、哦、我们通常就是说啊，以最主要一些东西是的啊会流失、哦、所以呢最主要是这款的这情形啦、哦、所以啊这在这给我们好朋友烧、哦、做参考、哦、其实啊这个有淡的这个东西齁、哦啊、有淡的这个物件，拢会影响吼，比如讲像硫胺吼，比如讲像这个啊硝酸铵钙吼，这种物件这啊这个吼吼，拢未使去用吼，还是讲啊这个硝磷基的这个磷酸亚吼，这都是啊这个物件呢吼，这立马未使去干了，但是。以这个有淡素的这种呢都不好、哦、只要是有淡的呢啊，通常都看不好、哦、所以呢，这点呢啊，咱好朋友吼、哦，是一定爱少来解这注意者吼、哦，这大概是这个用法啊，这提供给你少做者了解哈。哦嗯